书的内容，所以真的是代表校长跟老师谢谢各位哈。那但是现在我们要请各位老师很辛苦了，那我要请各位，我要给各位一个大爱心。好，那这个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叫这个那个刚刚那个牌子给我，公司协力。谢谢公司协力能够做出这个超给力哈。然后，但是如果将来我们要自主学习的时候，在家里自主学习的时候，那没有设备怎么办？我们有平板电脑可以借各位哦，这是平板电脑，所以有6000个平板电脑，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许多社会上公部门跟私部门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课程能够完善起来哈。那这里我已经除了要表达建议跟建议之外，我们还要介绍有用的教学工具哈。那这个整理了线上自主学习网相连结之后，提供教师和学生使用。那请 Google 台南市教育局的网站就可以在首页点选线上自主学习网，线上自主学习网那就可以点选到。那这边如果你嫌打字太累的话，那这边有 QR code 让你用直接可以用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找到线上自主学习网。那家里没有电脑的也没有关系，我刚刚讲过已经有6000台平板电脑等着来支援。说学校不愿停课，表示我们没有确诊的案例发生在学校中间，但是万一有那一天到了，那学校要停课或家长要请假的话，还是可以提供这个线上的学习，而且是完全同步的，而且完全跟你的教科书吻合的这一点我们三个出版社康轩南一翰林三个出版社都在这边了，他们会把这个线上的教材给连接好。那这边谢谢各位，非常高兴可以就抱着感谢的心来到我们教育局的资讯中心来这个试用我们这个线上教学的一个试用，让所有台南市的各校的校长跟老师都能了解到这一套系统。那要这套系统的建制完成，那非常感谢我们三大出版社包括这个翰林、康轩跟南一，他们都把他们的教学资源给释放出来，能够把这个有版权的东西也就是跟我们学校的教科书扣连的这个线上教学系统给在防疫期间释放出来给我们台南市的所有中小学的老师跟学生可以使用。那也感谢教育局还有资讯中心各位老师的辛苦，能够串接把他们这些资源给串接起来，那也提供了这个6000部的平板电脑备用，给万一有一些家庭或学校或学生他们没有这个平板电脑，所以他们也可以连上网来使用，这点是能够让公司协力让我们学习能够超给力。那所以说借着这个系统我们有备无患所以将来如果在防疫期间学校停课了班级停课了，学生就可以借着线上学习完全没有时差没有断电的持续学习下去，这点是非常好的。坊间固然有许多教学软体，但是那些教育软体并没有跟现在使用的课本直接相扣连起来那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能够跟课本直接扣连起来的话，那就是台南市这个是全国的首创，而且感谢许多出版社的协力能够帮忙，这点是就像我们口罩的国家队一样，大家没有计较商业利益，大家只能够在意学孩子的学习权，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的那再次代表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来谢谢我们的出版社，还有谢谢我们学校还有教育局的各位老师，大家的辛苦，谢谢。